few moments later. Hello. 诶，我妈妈呢？人呢？考验演技的时刻到了，开始这俩货还假装正经的，等我回来，终于装不下去了，开始偷吃外卖了。吃完了，可能觉得自己干了坏事会挨骂，渣渣想要做点什么弥补一下，于是他不知从哪里叼来了一卷胶带，放在了原来外卖的位置。呵呵，还真是个机灵 boy。我好好的碗，你们推下来打碎干嘛？我就问你，你往后退，别他妈往后退，你看我往上蹲了，你不蹲了你啊？好好的碗你们推下打碎干嘛？我就问你，你往后退，别他妈往后退，你看你那个样子，你看你嘴巴上往后退干嘛啊？你怎么就是贱？你犟嘴，犟嘴是吧？犟嘴，来犟嘴，你再给我犟嘴，你再犟嘴，好好的碗给我推下来，你看这谁干的，我碗招你惹你了？你他娘的，今天我太宠你了，我太宠你了，我太宠你了，苏苏，你别跑，跑啥嘞？还跑不跑？再跑，再给我跑你！你看我往上蹲了，你不蹲了你啊？我好好的碗，你们推下打碎干嘛？我就问你，你往后退，别他妈往后退！你看你那个样子，你看你嘴巴上，往后退干嘛啊？你怎么就是贱你？犟嘴是吧？犟嘴，来犟嘴，你再给我犟嘴，你再犟嘴，好好的碗给我推下来，你看这谁干的？我碗招你惹你了？你他娘的，今天我太宠你了，我太宠你了，苏苏，你别跑，跑啥嘞跑啊？再给我跑你看我往上蹲了，你不蹲了你啊？